永看你这款文文不露，痛苦的模样，真是恨袂当会当代替你。大哥的关怀，小弟心领。情感的代志，要来当代替。哥弟，这段日子你不露丝毫的疲弱，反倒转来。叫你苦干工作，让安心甲西夏王出入门关。这种男子汉大丈夫的乡亲，实在令故乡敬佩。小弟不敢当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毕竟也是血流之苦，逃脱不了七情六欲。做出关于钱，小弟不死不弃无你的忍耐，忍耐工作对我的爱我，忍耐相知在心的安慰，忍耐别墅里钱，忍耐刻骨自刀，哥弟，感谢。伊搁再吐血，你放心，伊袂搁再吐血。昨是因为伊目睭金金看着公主出关，才会急疼公心，吐出一口的鲜血。也毋过，迄电刀会化解伊心头的积郁，若无一定会闷出一场的大病。哥哥，加油啊！陈大人，周通平有代志请你去。哦。哥弟，吴兴来去一日，连面就倒转来。哥弟，吴兴来照顾你加油啊！啊，小弟，有话好说。哎，你侬，我代志你来讲呀。照顾五弟吃药还要紧啊，有啥物要等你再讲啊？来，秋丽，我好。哎呀，我秋丽照顾五哥吃药啊嘛，咱这件代志最要紧的，一时也嘛不应该等你。照顾五弟。天哪！哎，国华，国华，国华，五哥，吃药。国华，你到底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？我就一定要即马跟我讲嘞。其实我根本就无话要甲你讲，我只是唔想让你留伫咱五哥的房间诶，所以唔再揪你出来。我话，我甲五弟情如同胞，伊即马看到，我就应该踮伊边仔照顾伊，毋才对。你要哪会安尼去做？你实在是真毋捌代志。其实毋捌代志的人毋是我，而是你。过，恰是你，叫你聪明又伶俐，是又何必定要离？只要你路东江海里。
是风中的小树林，小林原本是女人，爱慕路过伊多时。身体还阁需要休养几工，咱才当上京。我已经好了，你去回禀元兄，明仔载就会当上路。是。就派人为你去提亲。
积极为恁做主，予恁两个人成婚。多谢大人。一见孤雁何，乱了心波。不准你搁再多愁善感啊！有听爱无？丁娘，丁娘，丁娘，头前有刺客啦！伊讲伊的名都外唱，伊讲伊不愿不完呢。啊，今仔日病院伊的气色也袂好啦。啊，你得赶紧去头前接伊啦！差点弄破洞。
富贵的家庭啊，无怪人讲伊的亲公是落福福行过中山，果然名不离经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福姓欧阳，单名村，人称北杰。果然是你，电报一见，你只靠七卡玲珑波刀，都猜出是你。幸会幸会，岂敢岂敢。不过，电老弟，如今我暂时无叫欧阳村，我改名叫华昌。这是为什么？华昌是我的徒弟名。阴谋我之名，盗取罪案，拆毁，也捌对丁月华姑娘不敬，所以请恕罪。不敢，我本来是要出来抓华昌的，恰拄好，想袂到去拄到双阳王，迄、那个刁工，伊讲要重用我，而且佫要带我去双阳。电脑弟，我听人讲，这个双阳王赵刚有不轨的意图，这正好时机啦。我假意来投效伊，希望会通啊得到伊模范的这个证据，为国之干。伊是派我要来对，今仔日我会通啊透露这个好消息给你知影。你若回家以后，可以照应皇上，我紧派人去襄阳来探查。我话已经讲了，我要回来去见赵刚。我会甲讲，我唔是你的对手，故事请。请。好用心。你的关心，我死都唔惊啦！惊什么？排一个污名，何悔有期？像欧阳春这种的作为，才会当称得上是真格义。别啰嗦！我拄只煞叫袂起，赵觉是派我来对付。佫派兵车要对付白玉堂，白玉堂既然有兵，恐怕对付不了兵车的东方家谋。